小说中的齐天大圣在1960年被搬上了荧幕，少剧、戏曲、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轰动了国人。然而，26年后的1986年，人们心目中的齐天大圣再一次被搬上了荧屏。两种表演形式不同的孙悟空，以出奇的表演引起了一般观众的青睐与喜爱。而这一前一后不同时期的表演，恰恰又是人称南猴王的六龄童和六小龄童。这一老一小父子美猴王，从20世纪到21世纪，演绎了美猴王的家族史。人们对孙大圣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同时，西游文化的热也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反响。胆敢欺我祖孙！真正这个孙悟空走进我心灵，或者喜欢上孙悟空，想演孙悟空是通过我哥哥。他呢就跟我讲那些，因为他知道他的病是治不好的嘛，他给我讲很多《西游记》的小人书的故事。有时候我就自己去借。我哥哥说我要死了。我说怎么叫死？他说死就是你再也见不到我了。嗯，那我说我怎么才能见到你呢？他说只有当你演成美猴王的那一天就可以看到我了。也哥哥说我演成美猴王的那一天其实有好几层意思。嗯，美猴王是西游记里头的主角，对，你演成了也就是成功了。对，那么还有一个，通过他在临终之前这种遗言，这种激励，让你一步一步往前走。就西游取经本来就是一个过程，对啊，对，结果不是很重要。对，那么他知道取经路上一难又一难要你自己去克服。嗯，所以你看有一个观众给我写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一直记到现在。嗯，他说当你完成电视剧《西游记》的时候，才是你真正人生81难的开始。演完《西游记》以后，我第一个事就是回到那个绍兴的老家，到墓地去跟我的哥哥，就是心灵的一个对话。带着哥哥的遗愿，张金来成了张氏猴戏的第四代传人，并在1982年出演了《西游记》中孙悟空这个角色。直到这个时候，张金来才有了自己的艺名六小龄童。在《西游记》的整个拍摄过程当中，这只猴子一直陪在六小龄童的身边，算得上是他的临时师傅。原来，对于演惯了舞台戏的六小龄童来说，孙悟空是一个夸张的戏剧化的形象。为了让自己的动作自然真实，六小龄童特意请来了这个师傅。就孙悟空尽管作为一个神话人物，他有很多那种猴的特点，所以我们在演孙悟空的这个形象的同时呢，必须要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老师，就是猴子，要有很深的了解。大家看这个《猴园》这本书的封底，就用了一张那个我和小猴子敬礼的一个照片。其实当时是在98年的时候，我在张家界拍的，我化了孙悟空的妆上山的时候，那猴子很下意识给我一敬礼，所以我也给他还了一个礼。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摄影师啊进行抢下来的这么一张照片，还有很多这方面的合影，我跟猴子在一块了。像电视剧《西游记》拍摄的时候呢，导演啊专门允许我，就是有一个真的一个小猴子跟了我6年。其实在我小时候啊，我们家里也养了很多的猴子，可以说比我们的家里11个兄弟姐妹还多啊。因为他小时候呢，老师就跟我有时候吵啊，有时候挠我啊，就挠破我就害怕了，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接触。但是后来，因为你要是演这个角色的话，你必须要跟他成为好朋友，要向他学习。所以我想这一点呢，可能是在我们演孙悟空的时候一种心得，也就是说，猴的外形，人的性格，这一点非常重要。除了这只猴子，还有一样东西一直陪伴着六小龄童，那就是伤痛。在拍摄《大闹天宫》这一集时，六小龄童就曾经被狗咬伤。武打戏呢基本上都是自己完成，而在拍这个武打戏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受伤的次数也是比较多的一个，在师徒四人里边来讲他是
应该说受伤最多的一个。那在我们拍摄期间呢，也遇到了很多的艰难险阻，可以说是绝对不少于81个难啊。你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北京的戒台寺啊拍那个观风弼马温，大家可能还能记得，就是一帮小猴子围着我的时候，太上老君啊，太白金星啊，请我去上天当那个弼马温去。那么最后我说好，俺老孙去。那么一起的时候呢，那第一次呢可能是拉得比较缓慢，有点不真实，那么导演要求第二次再重来。这个时候呢就是方方面面的原因，这个人就脱钩以后钢又吊着钢丝嘛，就掉下来了，当时可以说就昏迷过去了，那么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休息了也没几天。最后又考虑到观众一直在等着看这部戏，也就是两三天我们接着还是继续拍了。因为那时候拍摄这种戏没有像现在啊上保险啊，或者是相对非常安全的情况下，因为那时候早啊，中国刚刚拍摄一些神话剧和武打片，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看过来了，可以说是用西游精神在拍摄西游记。出来天界不知礼，暂且恕罪。大王还不快快谢恩啊。好好，多谢了。好了。哦哦，这官不小吗？啊，大得很呐。是真的。正合老孙心意。也许是古人纵横万里的博大胸怀，加之吴承恩笔下的妙笔生辉，一部西游记的力作让西游记剧组从开机到关机前后历经了近17年之久，这让人想到据世界吉尼斯纪录也许已经很近了。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戏可以和西游记里的里程相媲美。电视剧西游记前后拍摄了17年，终于跟广大的观众见面了。那么其实呢，我想这部戏的播出啊，不光是改变了我的艺术生命，同时呢也改变了我的人生的道路。那么很多观众也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啊受到这么多观众的喜爱，中外的观众都非常关注它。那么我就把创造美猴王形象这个过程啊好像比喻成自己艺术道路上的喜马拉雅山，它是一个峰顶，很难就是我再用别的艺术形象去超越它，不光是文学上，就从艺术上应该说也很难了，几乎不可能。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很多的观众也好一直在关注我，说你会不会有第二次超越西游记这种情况，这种辉煌。我说应该说是很难，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部小说和西游记的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确实啊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支持和喜爱，可以说是雅俗共赏的这么一个艺术作品。那么我作为演孙悟空这个形象来说呢，已经是应该说是一生无憾，而且也希望孙悟空啊永远伴随着我。西游记的播出后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反响极大，一时间出现了许多西游热的情景，乃至于影响到了东南亚等地，不同政界、不同年龄、不同国家的人都对其富有浓厚的兴趣。也许是六小龄童在《西游记》中成功塑造了美猴王的形象。2003年，北京儿童医院在建院60周年之际，他是第一个作为演艺界的演员被隆重邀请担当该院的形象大使。
就我觉得在孙悟空身上呢，集中体现了很多中华民族的美德，尤其是孙悟空这种坚毅啊、果敢、聪慧的这种精神，我是把它称为猴王精神了。那么对我们的儿童在战胜病魔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用。所以我每一次能够去到儿童医院，跟那些小朋友那些患者啊，能够在一起沟通，跟他们讲孙悟空这种精神，确实我觉得有点好像鼓舞他们能够有这种信心去战胜这种病痛。那么同时呢，也希望我出任这个形象大使以后呢，也可以说是爱心大使了，能够多为我们的儿童，尤其是患病的儿童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怎么锻炼身体的？怎么锻炼身体？在练呢，对吧？你把病治好了就可以了。那你在花果山是怎么练的？花果山，花果山还有很多小猴子，得一起练，对不对？你病好了，我就教你孙悟空，好吗？行。好。那你早日康复啊！谢谢叔叔。哎，你是哪里的？你说我是内蒙。哦，内蒙。哎呀，叔叔到内蒙去拍过《西游记》。在西宁浩特，我们拍那个关公弼马温，你看啊，屋里小朋友啊，是吧？送你，送屋里小朋友，愿你早日康复啊！哎，好好看，谢谢。那这个去拿点就行，妈妈给你拿啊，再见，再见。凭借在《西游记》中的出色表演，孙悟空的扮演者张金来一举成名，连获金鹰、飞天两项大奖，以100多万张选票当选第二届中国十大电影明星第一名，被观众们亲切地称为“美猴王”。1998年，《西游记》播出之后，创造了收视率的最高纪录。后来应电视观众的要求，又补拍了16集，加上第一部的25集，两个《西游记》共拍了41集，历时17年。在这17年当中，仅是唐僧这个角色就换了4个人，沙僧、猪八戒等角色也都先后换了人，只有孙悟空这个角色，六小龄童依然从头演到尾。1999年，当《西游记》完成最终的拍摄时，当年那个23岁的美猴王已经变成了40岁的中年男人，17年拍一部戏，美猴王世家又演绎了一个新的传奇。